起风了，那德云社就破产吧。都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艺术。你哪能去、啊？我怎么不能去啊？演艺界同行可笑话您，他们那都是嫉妒，后台戳您脊梁骨啊，死不死？您是德云社第一继承人呐。起风了，那德云社就破产吧。你爸爸可在那儿看着呢，那是身外之物啊！八两啊，现在。儿子不孝，做出这种事儿来，还向您发落？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啊？告诉我，就是出殡，你就挣那么多钱，然后让他当赘婿呢？您要说不去，咱就不去了。给多少钱？给多少钱？10亿。就快掉，就快掉。